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专家迈克尔·科夫曼认为，叙利亚是改造俄军的地方。他将叙利亚战争形容成俄罗斯受到的馈赠，因为从普通列兵到将军都能直接从这场烈度不高的战争中学习信息化背景下的现代战争是什么样的。在实践中，对于武装冲突的新想法将不断提出和检验，更多符合目前背景的战力将得以用来评说。另外，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出动了1/3的空军机种，可以在危险程度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实战检验空军对地攻击战术战法，并整理出不同任务种类相对应的最优挂载。俄罗斯地防空部队和炮兵部队也在这场战丁中得到了锻炼。通过同时使用俄制防空导弹的叙利亚防空部队，俄罗斯可以得到一手的作战数据，在对抗巡航导弹上积累丰富的经验。随之 S-300 被叙利亚政府军购进，随行的俄方训练人员和保养维护人员将在实战条件下检验自己的装备，并对使用上各方面的问题做出解决。至于炮兵部队，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一些教训，他们有必要购买小口径弹药和更多炮兵制导武器系统。随着一批批驻叙俄军的派遣和轮换，他们在叙利亚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这些经验将用来对俄军现有的组织结构和装备序列进行调整，也能干一件让美国担心的事，把这些经验与解放军共享。作为俄罗斯在东亚的紧密合作伙伴，我国与俄罗斯拥有共同对手美国，面对可能到来的挑战与冲击，一切能够用来提高战斗力的方法都是应该被考虑的。今年8月的和平使命2018正是俄罗斯分享实战经验的平台。俄罗斯反恐演习司令部参谋长鲁斯塔姆宁涅贾耶夫表示，俄方将和参演上和成员国分享3年以来在叙利亚战场的经验。在演习中，俄方将严格按照实战标准设置演习目标，布置战场环境，对演习整体的技战术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解放军通过10年多的建设，已经拥有了世界顶尖的装备体系。国内的军事理论研究者们紧跟时代大潮，积极推进我军建设先进军制，为将要装备部队的先进装备提供了许多可能适用的作战条件和战术战法。但是我国毕竟成平日久，许多部队很难拥有机会通过有限的实战检验现有装备训练体系的战斗力。俄罗斯这次分享过来的实战经验将助力解放军自省自查，进一步完善自己。通过近年来的高水准实战化演习，我军对现代战争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各方面的挑战也有所准备。但是对于地区性冲突和局部事件，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准备似乎稍显欠缺。根据历史的经验，东南方向将是局部冲突最可能的对象，如何恰当地面对并解决可能发生的威胁，有了俄罗斯分享的作战经验，我们将拥有很好的参考资料。作者 007